回更荒谬的旅行。他也像是卡到音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去一进饭店之后，然后他就说他整个很不舒服。很不舒服，这是整件事情都很荒谬，因为我是要跟他出国一起去玩的，就到后来我变得像一颗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上班这档事。